行了，别垂头丧气的了，啊！这几个正气总是一堆变故，死猫和祝红他们的嘴跟棉裤腰似的，根本就说不清楚，这事儿啊，还是得你来解释。我知道了，老大。那个，我去一趟洗手间。去，还真是懒人屎尿多呀。 他们有权利知道自己即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危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决定是对是错，但是人类和平久了，已经承受不住这样的恐惧，更经历不起这样的动荡。你怎么进来的？实验室这会儿没任务啊。 啊，我问你，你怎么来这儿的，兄弟？啊，来，这个躺下，拿着。哦，高部长让我来找一个什么叫高宇的，说是有什么事要说，麻烦您给找一下。我就这儿。啊，那快去吧。 上次孔京的事，我偷偷帮实验所销毁把柄，已经很过分了。这次您还得寸进尺，王向阳已经粉身碎骨，他的遗骸我弄不来。你要搞清楚你的立场，不要忘了，是我安排你潜入到特调处，希望你能定期向我提供情报。可是你呢？那是因为特调处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都在同舟共济。您呢？老师。 您越来越陌生了，这句话谁都可以说，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你是我的得意门生。哦，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师徒叙旧了。赵处长，你怎么进来的？你想干什么？我来找你的好徒弟，陪我去上个厕所。 行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了。说说吧。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不久之前，明明是装入到了证物袋，而且还列入记录的，难道长了翅膀不成？我看是被人偷了吧。 如果人格变异后，在正常情况下没人看得出来，那会不会是那个人在正常形态时就进行了一定的伪装呢？唉，三年啊，你一直都在装吗？有些事。 有些不是，但无论如何，请你相信，我没有出卖过任何对处理不利的情报。我赵云兰的为人你是清楚的，但凡是我兄弟，我会拼了命去保他。可你要是辜负了我，或者是利用了我的义气。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遣返。
你没事吧？大敌当前，少了这家伙，谁来炸爆米花啊？不是，谁来技术支持？你们宁可在身边埋一颗炸弹吗？我再说一遍，林静是海星舰实验所的间谍。其实，我觉得，海星舰本来就是我们的上级，派精英人才到我们处来也挺好的。而且林景哥也从来没做过害我们的事啊。论资排辈，轮到你说话了吗？我支持长城。就是啊，林静这么多年来都兢兢业业的，除了99次迟到、44次早退、18次旷工、27次打盹，就没有别的劣迹了。喂，你是不是变得这么听话了？他让你走你就走啊？你等着，我们的话他不听，那就等沈教授回来。我就不信了，连沈教授的话他都不听。咱们后会有期。不错。黑袍大人辛苦。叶尊逃脱天柱的事情，想必摄政大人已经知道了吧？知道了。那厮还蛊惑平民作乱，帝星现在被扰得一团糟。那不知帝君和摄政大人是如何打算的？这个嘛，还是要从长计议。来啊！慢着。黑袍大人，什么事儿？摄政大人，怎么，帝君殿也被叶尊控制了吗？哎，我也是无可奈何呀。来人，把黑袍使给我拿下！黑袍使实力与传闻不符啊，怎么上面太过安逸让你丧失战力了？你是把自己的生命能量与外人共享了？哎呦，知人呐，你可知这样一来你的寿数也会减损。我虽然死了，尤胜活着。你虽然活着，却已经死了。牙尖嘴利，束手就擒吧。你给我出来！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追想万载之前，对决苍祖，遗憾事多。至此月沉风急，天缺地乱，愿你我终能倾情一炬，你死我活，以全兄弟之义，与敌叶尊顿首。
你们那资料屡屡全部删掉，不是，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吗？你好吧，好吧。舆论怎么会爆发的这么快？看来是我们晚了一步，舆论已经让叶尊的人抢先一步引导了。 一旦煽动，对你对外，你们都会落人口实。展恩，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一定要守住，一不变，应万变。第一道动物还不动，实在不是我的风格。 赵处长，我会以批评教育为主，一会儿跟他谈完了，会让他回去继续工作。比我想象的要整洁多了，看来。 你倒是没有放纵过度。你不是他。哦，何以见得？之前我就怀疑，总有些时候，你的表情、语气，甚至是动作习惯和以前都完全不一样，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尤其是那天在天台，你和王向阳说的那些话，老爷子一辈子热衷于工作，不择手段。 怎么可能说出天下大善这种话？这个你总认识吧？专门克制黑能量的枪，要是打在普通人身上，毫发无损。但要打在地心人身上，一打一个准儿。怎么样？试试。那如果我说，我和你父亲和平共处了20年。 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你别害怕，我叫张师。
我是个好人，我只是必须得找个栖身之所。你是地星人？是。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如果你贸然地把我驱逐出去，很可能会伤及到你自己。难道你对这个世界就没有别的眷恋了吗？喂，爸爸，你下班了吗？快了。这件事你别告诉任何人。你已经决定了？怪不得他很快就犹如神助，连连破获大案，还得了那个什么地星人猎人的称号。感情是他早就和一个地星人交上了朋友。这么些年来，我和赵星慈分享了一切的喜怒哀乐。说来惭愧，跟你父亲的角色，我参与了一半。玉兰，现在叶尊现世，除了集齐四圣器，别无他法。随云来，让他跟我说话。张师，你最好少管闲事。这算什么呀？我在特调处抓了这么多地星人，可我没想到啊，在我身边从小就一直住着一个地星人。我早就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只要有利于民，我不觉得我的妥协有错。但那次在天台上，你舍身救我，让我感触很深。云兰，咱们父子同心，少了特调处那些绊脚石，我觉得希望。什么叫绊脚石？你什么意思？你说呢？楚树之是地星人，祝红、大庆是亚兽，他们是迟早要回归故里的。既然是这样，不如现在。与其这样，咱俩就没什么好聊。我在特调处做了这么多年的处长，也没什么特别成就，但有一点我一定会做到，我的人我就一定会帮。我以为你变了，但没想到你还是这个外圆内方的愚蠢个性。这个锅你不给别人背，那就得你自己来。悉听尊便。傻小子，为了你，就由我来承担这个恶名吧。怎么是你啊？怎么就不能是我？你就不能好好待在家里待命，瞎跑什么呀？要不是担心你，谁愿意来这种鬼地方？我一回去听说你被带走了，等你半天了都。现在什么情况？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是不是新都局那帮老家伙又坐不住了？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再大的事遇到我赵云来都不是事儿啊。老赵，这次的事儿跟以前不一样，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次不光是底下的人兴风作浪，事态再发展下去，全人类都会觉得你赵云来是第一祸首。到时候别说你爸是新都局局长，就是天王老子他都救不了你。
从我接下特调处处长的位子，就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好下场，无非就是死的值不值得而已。好，有骨气，你厉害，你死，那我们呢？你忘记你答应过我四叔的话了吗？我赵云兰说过的话，我就一定会做到。只要我赵云兰还活着，特调处里的每个人都会保持联系。不是你想就能。我四叔说。哦。蛇族想要逃跑了，想带着他们的这个圣女，找到一个蛇洞里躲起来。赵云兰，你能好好说话吗？我四叔那也是担心我的安全。随便你。你要是觉得我罩不住特调处，想走就走，没有人会拦着。你站住！赵云兰，我就想问你一句，到底有没有人想要拉住我？你给我特调处。那边一直没有什么消息，我怕会有什么事儿，回去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怎么能一个人去冒险？我是处长，哎，你是处长。你现在要不然回去给我待命，要不然就跟你四叔去保命。该怎么做，我自己心里有数。行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最近大家都太累了。你要是想走的话，奖金照发。你混蛋！赵云兰，在你心里，我连沈巍都比不上。你连一句留我的话都舍不得说。你温柔善良、纯洁漂亮，干嘛非得这么死心眼啊？啊？你看啊，我这个人吧，嘴贫人贱，脾气还不好，温柔体贴装不了三天就原形毕露，而且我特别的败家呀。那过日子的事根本就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闯起祸来是一套一套的，连我爹都嫌弃我。你说你这么大一美女，到老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干嘛非得这么想不开？赵云兰，只要你一句话。只要你给我一句话，我立刻跟族人断绝一切关系。上刀山下火海，我跟你到底。红姐。你说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无冤无仇的，我干嘛非得这么害你啊？只要你过得好好的，我就放心了。赵处长，赵令主，别来无恙啊。无恙，无恙。鸭长老今天倒是容光焕发呀，看来肯定有什么大事要办。那我们先走一步了啊。你们就是我要办的大事。
受伤了，我去烧点水。怎么回事？红姐怎么了？去当药箱。快！押足干的。说来奇怪，押心好像根本就不想伤了我俩的性命，这么好的机会就伤了祝红一下，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有大风要过呀。 这给，你来。啊，我不会啊。你可以学呀。哎呀，展文。 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一定要守住，一不变，一万变。可你别忘了，海星剑能力特调出，就能撤了他。昨天晚上，祝红在这睡了一夜，我刚才叫他，怎么都叫不醒。伤口呢？是不是压心弄受掉了？我看过了，就简单的皮外伤，没毒没肿了。 周红，没用的。如果只是睡着，那就只能问他自己为什么不愿意醒了。那就得看你了。走了。问他自己，这赵初什么意思啊？ 办案的时候穿什么高跟鞋？我高兴。你高兴？那以后别出爱情了。在处里爱怎么穿怎么穿，你不穿鞋都行。你们人类真讨厌。行，我这个讨厌的人类要回去了，走不走？你先走。 朱红，你是谁啊？赵云兰啊。鬼见愁，你不是鬼见愁，鬼见愁刚刚先走了。刚才那个其实是你。他走了，我也得会处理。你醒醒吧，如果我们一直在骂，很有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如果贸然教训他，很可能会有危险。那怎么办呢？赵处，赵处，出什么事了？海星剑来人了，说是要把咱们这儿给封掉。我看这次不像吓唬人的。这怎么办呢？这是。早来晚来，偏偏这个时候。拿着这个，5分钟之后赵云兰要还醒不过来，你就把他喝了。啊？这什么呀？仙药。 二位有何贵干呢？
我们先把特调处即刻封处，处内众人等待裁撤决议，再决定具体去处。我倒要看看，谁进得了特调处。 周红，跟我回去吧。周红，你要是在梦里待的时间太久，就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周红，你醒醒，跟我回去。你走。 为何如此的不安？他在哪儿？怎么了？担心了？你对他做什么了？哎，一场多么美好的爱情的夜晚，所有人都会愿意沉醉其中，永生不息。你找到燕公子了？ 我很好奇，你的梦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亲爱的哥哥，我没有梦，是没有，还是不敢走？我没有必要做梦？那太可惜了，你不知道，这个人在梦里多有趣。我必须你碰他，不许你碰他！你怎么了？咱们现在得让朱红知道他在梦里，让他自愿跟我们出去。那可怎么办啊？我也不知道。红姐，红姐，红姐，我不去。只要你过得好，我就放心。 为什么要让我醒来？小郭，你先出去。啊啊！哎，那个我怎么出去啊？这有多好啊！你不会跟我说你要去找沈巍，你不会跟我说你愿意为了他死。 却连我跟你一起面对困难的机会都不给我，你还是不了解我，周红，你在我心里非常重要。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家人，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我需要你们所有人来帮我共同争取特调处。走吧，跟我回去。
大家都很需要你。那你呢？我也是。主厨，你醒了。你们怎么样了？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哎，你给我老实交代啊，那傀儡娃娃怎么回事？怎么跟你进去的？啊？我不知道啊。楚哥给了我这瓶东西。没给我傀儡娃娃呀，楚树枝呢？长本事了，啊？小郭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吗？怎么能让傀儡在梦里发作？祝红要是被伤到怎么办？他要是醒不来怎么办？不至于，不至于。我看你是在特调处待腻了，胆儿肥了。我看是你赵云兰心太软了，有车必须要心狠，否则一小时他追尾莫及。他只会在你有危险的时候才会出手相助，至于祝红出了什么问题，那是自找的。楚树枝，你是不是犯病了？身体是有分不清了。我只是在解决问题，不想干净。我黑袍大人还没消息啊？你们既然都回来了，就在家里守着，我去找。不行，我看你现在地星也难保了，你不能去。那待在这儿等死吗？我去。赵处在这儿坐镇，大家才能安心。让我想想。快看这是什么？楚哥，这特别调查处藏匿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赵云兰，你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你也要清楚，你并没有资格坐在这里批判我们。以生命为代价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高高在上的坐在那儿置身事外的批判我们的对与错。你没有，网上的那些人更没有。还有特调处理的人，你一个都别想动。他也一样，不管定了什么罪，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你们要是敢动的话，试试看。废话不多说，别再反悔了。一百年前，是我张狂，不懂规矩。既然犯了事儿，我自然承担结果。这一百年的账，我认，不冤。他们一说，你就要去杀人吗？他们别逼我。哎呀，一百年了。你心还是这么狠。他们在网上散布的这些流言，本来就针对的是你，你还真二百五傻呵呵的往里跳啊？你傻不傻？我乐意。还是一急就只会犯横。总之呢，你给我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儿，
等我忍着。知道，知道。你知道我给你们操了这么多心，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赵叔，你信我这一次，我去给你把沈教授找回来。不行啊，赵叔，你就信我这一次。不行。小郭，拿着你的东西过来。啊。跟紧你楚哥，寸步不离的跟着，连上厕所也要一起，有情况立马跟我汇报。哦。好久没有回去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不就在那儿吗？啊！你就跟在我的身后，一个字都不要说。楚叔侄，你怎么突然来了？黑袍使在哪？黑袍使，这个嘛。黑袍使回应，他在上面一切安好。是吗？真长本事了啊！一个断了头的文香，竟然也能与黑袍使联络上。啊！叶尊已出，你肯定是一爬至他的脚下。楚叔侄。你冷静点，一百年的刑罚就快满了，春秋加集结，你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呀！哈哈哈春秋家是我自愿带上的，就凭你，你困得住我吗？有话好好说。你问什么我都说。黑袍使是否还在地心？应该还在。人在哪儿？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黑袍大人。怎么回事？你觉得你会是我的对手？那我也得试试。哥，哥，念痴，你弟弟临死前有一冷冻的娃娃之物，虽然最后还是省着而亡，但这。便成了他最后的栖身之所，也是他跟你唯一的联系。
如果你还想你弟弟，楚刚，杀了他，我就把胭脂还给你。沈教授，不，不要伤害他。你不想把胭脂带回去了吗？难道你要为了一个外人再次抛弃你的弟弟？杀了他，为了胭脂。还是我来帮你，朱哥，朱哥！好了，游戏结束了。为了答谢你今天陪我玩的这么开心，这个就赏给你了。哥，哥。为替弟报仇，行凶越狱，手段残忍，其罪难恕，判刑100年成。你醒了。厂长呢？长城呢？长城在哪儿？老楚，梦已经醒了。弟弟的意思是说，我为了在叶尊那里拿回念之的遗物。让初心跟随你到绝境，别逃避，别假装你不在意，让脆弱不堪一击，让信念被封印，守护的初心等待慢慢觉醒。声音，轻声诉说，依然坚定的勇气。我已经给过你2次机会了，是最后一次，再不成功，我绝不活着回来。记住你说的话，他们的意志力坚定，就算可有心结，可是他们却有信仰的支撑，真实虽然残酷，却有真实的悲欢可期，有真实的情有可待，所以你不会成功。悲欢可期，情有可待，亲爱的哥哥，你不觉得你说这样的话未免太可笑了？哥。
开眼睛，你看看我，看看你自己。他虽可欺，可我们注定永世于黑暗。心怀奢望，看着这世间沦为黑暗，我将是这一切的主宰。只是想这世界还会有